天地我笑一笑，古今我照一照，红人间路迢迢，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至今的最无聊，几回哭几回笑，偶尔说快乐掉，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摇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呀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暮暮朝朝难舍难了，江山不要开玩笑。嘿嘿嘿，我被青春装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遭遇最近要出清一批尸体，你要是闲着没事就去给我帮忙收尸啊。公公，八大家的事儿您觉得怎么样？那就依你的了，给我杀。啊，王公公啊，哎呀，做这趟老实有够爽啊，伙食居然比我平常吃的还棒。哎，王公公你怎么了？巴特使，我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魏公公他们想杀你。啊！刚刚我在魏公公那儿，他们提到你的时候，刻意的要我回避啊。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要杀你。哎呀，他们干嘛冲着我来呢？我还不想死啊！别紧，我都安排好了。哦，这个干嘛啊？那是装尸体的袋子。哇，我都还没死呢，你就准备帮我收尸啊？巴特使，您误会了，这个袋子是让你躲进去的。最近遭遇死了一批人，通通要用布袋运出皇城埋掉，你只要肯装进去，混到死人堆里头应该可以逃得出去。啊，哎呀，什么人不好混呢、啊、你干嘛叫我跟一个死人混呢、啊、巴特使就委屈一下，这是唯一的逃生办法了。哎，可是啊，要逃生也应该很骚包的逃出去，这样才风光嘛，叫我扮死人呢、啊、哎呦，巴特使，时间不多了，那客千户可能马上就要带人来杀你了。啊，所以还请巴特使慎重的考虑一下。哎，人呢？哎哎哎，不用考虑不用考虑，哎，我们走吧。巴特使果然是身手矫健呐。哎哎哎，过奖过奖，逃命嘛，不矫健点怎么行呢？哎，快溜快溜吧。就委屈巴特使了。哎，不委屈不委屈啊。哎，来来来，我准备好了，来。奇怪，这一路走来怎么半个守卫都没有？记住，待会见到巴大家，不要让他有喘息的机会，见人就斩。是是。老哥啊，啊，什么事情那么神神秘秘？这到底是哪里啊？这是我刻意安排的密的。王总，
辛苦了，你们下去吧。是。包老弟，请你去把袋子打开。啊，打开？那是装尸体的袋子。你去打开无妨的。去呀。他还会动啊。你就打开吧。有你的地方当然少不了我了、你到底搞什么鬼啊？你问他，问他。为了救巴特使出招遇，所以使了那么一点小手段。其实我早就在暗中保护二位了，两位总应该听说过皇上已经知道你们的行踪的事儿吧？听过听过啊，正是我向皇上汇报的。啊，原来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神秘人了。没错。哇，真看不出来哦，瓦公公居然挺身而出为正义而战呢、哎呦，不，你误会了，我只是在私底下进行，不是公开。哦，也不能公开呀。哦，是吗？就算是偷偷摸摸的干呢、你这种偷偷摸摸法也算是很了不起喽。偷偷摸摸也算是很了不起啊。这个吧，其实呢，我个人是没有什么本事的，不过我背后有高人的指点，所以才敢放心的去做。哦，高人？什么高人呐、抱歉，目前还不适宜透露。不过等时机一到，我会带他们来见二位的。哦，原来你还有幕后老板呢。这到底是谁嘛？透露一下，我不会告诉别人。你透露一下吗？不，在没有征得同意之前，实在是有所不便了。反正时候一到了的话，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吗？王公公到底什么人物这么神秘啊？是，你就帮忙牵个线嘛。你的幕后老板连我干爹他都不怕，那一定是很罩得住。哎呀，两位啊，就别再问了吧。巴特使啊，就请你先在这儿休息一阵子啊。我会派人照顾你的起居的。我就先告辞了啊。告辞告辞。哦，对了，袁小玉跟张倩两位姑娘呢，你们暂时先不要联络，是怕魏公公的眼线盯着他们呢。啊，那怎么办呢？要是他们没有我，他们不闷死才怪哦。放心，我会尽快的安排两位姑娘来见巴特使的。请稍安勿躁。好好好，我告辞了。好，告辞告辞告辞。哇，真是了不起哦，我看他那一副很有自信的样子啊，害得我也有自信起来了。他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明知道我是谁的干儿子，居然还敢跟我讲那么多。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一定想好怎么对付你了。怎么对付我？我怎么知道啊，要是他心里想什么都让我们看穿了，那他还能算是神秘人物吗？说的也是啊，连个八大家都会让他逃掉，你们是怎么办事的？姐姐，这其实不是我们的错，看守遭遇的整班锦衣卫都失踪了，八大家一定是他们救走。夫人，这个八大家逃出遭遇，这还算是个小事情，其实最严重的是，也就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你是说确实有内奸？我操，这个内奸不止一个人，他们是成群结党的一群人，他们可以彼此掩护，彼此通讯，而且不露痕迹的一群人，这可是非同小可。那些失踪的锦衣卫是哪些人应该可以侦查得到，总会留点蛛丝马迹吧。我已经查过了，可是就是没办理线索。怎么会这样？
锦衣卫内部不是也有保防部件的吗？姐姐，失踪的那班锦衣卫自成一个保防系统，他们真的要是存心彼此掩护，那真是滴水不漏，别人无从介入，要做什么事儿也难以掌握。照你这么说，东厂和锦衣卫内部应该还有一些内奸可以逃得过你们的侦查了。夫人，在我们组织系统里面，为了我们驾驭方便起见，按照规定上，他们彼此之间是不能够过问，不能够互通音信的，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独立的。但是万一他们这个互相牵制的力量消失的话，就会变成了互相依赖，这样的话我们就难以察觉了。可是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从中拨弄统合他们，而且那个人还是位居高位，他们才会听他的。夫人说的没错，这个人皇上都在听他。这一回我们真是遇到高手。娘娘，王爷请。八特使，瞧瞧谁来看你了。来喽。哎，对不起对不起，谁来了？八大家还认得我吗？当然的当然的了。皇后大人好。起来吧，好久不见了。哎呀，可不是嘛，差点都忘了还有你这号人物嘞。哦，八特使啊，这位您大概没见过吧。哎，不得无礼。哎，没见过没见过。哎，不过看起来挺眼熟的。特使，这是信王千岁。你看得眼熟，大概是因为他是皇上的弟弟吧。哦，叩见信王千岁大人。什么千岁大人的？你叫我王爷就行了。王爷？你没那么老啊。谁说王爷一定是老的？哦，原来不老也可以当王爷啊。哎，皇后大人呐，你们怎么会晃到这里来的呢？王铁钱在。你没告诉他吗？启禀娘娘，您吩咐过，没得到您的同意是不能说的呀。那你可以告诉他了。哎，是，八特使啊。哎，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跟你提过我背后有高人指点的事吧？哎，记得记得。哦，难道就是皇后大人的？没错。还有我。哇，一个是皇上的老婆，一个是皇上的弟弟，哦，果然是高人哦。八特使啊，娘娘跟王爷今天来，就是有件事要拜托你。拜托我？拜托我？不敢不敢啊。娘娘，看他那副德行，行吗？要拜托我。哎，要拜托什么？请说，请说。八特使啊，娘娘跟王爷啊，有鉴于当今的朝政被魏公公一手独揽呐，恐怕败坏皇朝的根基呀，所以想联合有志之士跟魏公公分庭抗礼。啊，理解理解，继续继续。细数当今天下能称得上贤者能者的只有东林党人而已。娘娘跟王爷的意思是联合东林党跟魏公公对抗。东林党？东林党都快被整死光了，但还是什么东林党啊？你不也是东林党的一员大将吗？哎，话是没错，不过总不能叫我一个人跟魏忠贤火拼吧。不是还有张本如和张倩吗？可是啊，张本如老师现在失踪了，只剩下他那个凶巴巴的女儿了。那也无妨啊，女代副职。我们希望张倩能帮我们出面联络安抚东林党人，共商对抗魏忠贤的大计。东林党在民间的势力不小，
有你和张倩帮忙，应该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哦，要斗争啊，就要讲究技巧，讲究技巧就要懂得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包括男女关系都利用得到。这样一来，才能将有形无形的战力发挥到淋漓尽致。哎，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是啊。怎么样，听了我这番话，对你可有什么启示？嘿，当然有了。我看你呀，实在有够坏，比你哥哥还坏哦。你是在骂我？哎，不敢不敢。其实啊，不能说坏，应该说毒辣才对，毒辣。嗯。哎，王爷，你别误会了，这算是恭维你的话言。人家说啊，无毒不误丈夫，意思就是说呢，越毒辣的就越得算是大丈夫，是吗？哎，你不信呐？你问他，他就很毒辣哦。啊？王铁钱，他说的是真的吗？巴特使说的，虽然有点那个，不过，大致上没错。哎，包大家，啊，我们不宜久留。哦，刚才提到的事就拜托你了。嗯，啊，好。皇帝，嗯，我们先走吧。宋娘娘，王爷。哇，居然请出两个超重量级的大人物啊。哇，这个王体协真了不起啊。袁姑娘，啊，两位姑娘，好久不见了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哦，相信两位姑娘心中一定有很多的疑虑，我来呢，是带两位姑娘去见一个人，见到他，你们自然就会明白了。整是没整死啊，差点给你锤死了。好啊，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魏忠贤的手里好。哎，为什么每次你一出现，我的下场就很悲惨呢？因为我是你的专任克星啊。哇，克星还有专任的，那我岂不是让你整死了？包大家，他们遭遇的过程王公公已经告诉我们了。哦，他还说你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啊，什么重要事啊？你要告诉我们的，怎么问我呢？我要告诉他们什么？巴特使，就是皇后娘娘拜托你的那件事儿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到底要说什么？哎，王公公啊，还是你来跟他们讲好了。啊，真定，您找我。我你，把大家到底逃哪去了？不知道，我知道。哎，哎呦！我跟公公那天决定要杀八大家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场，而八大家正巧就在那天逃狱了。如果不是你去通风报讯，怎么会那么巧啊？哎呦，柯兄柯大人啊，那天我也只是碰巧到这儿，也是碰巧听到，反正搞来搞去都是碰巧的，总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说我有问题啊？是不是啊，干爹？不是。你是唯一在现场的人，你当然最有嫌疑。不对不对，那天还有王鼎贤、王公公也在啊。可是王公公人先离去了，并没有听到我们谈话。嗯，谁说的？说不定他也听到一点点啊。哦，可能啊。哎，柯兄柯大人啊，您都还没有开始调查呢，就急着摇头。你懂什么？公公和王公公相知相交数十年，公公都没怀疑，你有什么资格怀疑啊？怀疑还排字论辈的，一点科学精神都没有。你说什么？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王公公确实是有那么一点。马大柱，既然这件事情是由你检举的，那么就由你来负责搜集证据。我啊，不错，你就好好给我盯着王公公，要是查出是他干的，你就没事，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唯一的嫌疑犯。啊，怎么，难道说我说的不公平吗？可是干爹啊，你的意思不是他完蛋就我完蛋了？不错，倒霉的血霉。到目前为止你都是口说无凭，让人难以分辨他的真假。说的也是，这不能怪你们多心。哎呀，我们王爷真是高瞻远瞩啊。哎，他早就料到你们未必会相信我的话，所以呢，他还有一个计划，特别吩咐我传达给你们知道。听了这个计划，你们就应该会相信我们的诚意了。什么计划？刺杀魏公公。哇，那个小王爷果然有够毒辣哦。嗯，王公公，这件事情是实体的，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如果要是闹着玩的，大可不必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对上魏公公吧。可是要出面去联络东林党，这是非同小可，我总不能只凭你几句话就去说服人家，没人会跟来的。是啊，所以我才想安排你们跟王爷跟娘娘见个面。哎，你们信不过我，我总该信得过他们了吧。什么时候见他们？时间地点呢，随你们挑。可是娘娘出入皇城容易惹人注目，地点呢最好是在皇城内。这个地方我以前倒是听说过，不过这回倒是头一次来。我哥就是为了这个地方废寝忘食，连朝政都拱手让给了魏忠贤。好了，没错，要刺杀魏忠贤的事是我出的主意，就算呢你们都不帮我的忙，我也一定要杀他。王爷大人呐、我们两个年纪都还小，我看呢杀不杀人的事啊，还是留给像王公公那样的大人去处理就行了。我看你啊，一点骨气都没有。我哥会变得那么没骨气，多半是让你给害的。皇帝，别把话题扯远了，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要多听人家意见。皇后大人英明。我看这样吧，我们初次碰面先别急着讨论出结果，反正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让张姑娘放心的去联络东林党，其余的事等我们分头去想个仔细之后再做定论吧。娘娘说的对，我们既然笃定要杀魏忠贤，皇上那就得有人先去照应，要是事出突然，皇上问起来反而坏事了。这件工作呢，只有一个人最适合。小玉姐，你是不是在说八大家？哇，又来了。不，我说的是王爷。啊，我耶，终于轮到别人了。袁姑娘说的我同意。我也同意。除非王爷闹钟不敢去。我当然敢了。哎呀，王爷实在太神勇了，我佩服。张姑娘，既然王爷都亲自督军作战了，那你也该相信了吧。应该是吧。那东林党那儿就有劳姑娘去联系了。行。小姐，你刚才答应的太快了。怎么说啊？我一直在留意王铁钱的神色，越来越觉得他很可怕。啊？怎么了？我一直觉得王铁钱这个人在搞两面的手法，可是他的个性非常的深沉，我也只能怀疑，却怎么也看不出他另外一面到底在想什么。不会啦，我都不觉得。他没那么厉害吧？不，千万不能小看他。他要是没那么点本事，那皇后跟王爷怎么会跟着他走呢？不对吧？
应该是他跟着人家走才对呀，人家是他的幕后老板呢。到底是谁跟着谁走，这个谜底很快就可以揭晓了。王玉杰，你的疑心太重了。小青，你就姑且相信我这一次吧，联系东林朗的事希望你能够暂缓一下，先观察一阵子再说啊。不，好不容易才结合了皇后和王爷，这说不定是东林朗翻身的好机会啊。哎，可是万一翻不了身会死得更惨哦。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爹人还被关在无锡的大牢里，东林党又处处挨打，要是不赶快反击，我爹和东林党还不是一样都得等死。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可是你别忘了王铁钱他心里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你当心被他给出卖了。有皇后和王爷在啊，他才不敢呢。你就这么有把握如果他们两个也一起被卖了呢？哎，你们也来了。哎，干嘛？你们要去当太监啊？嘿嘿，可不是吧。都是被你害的。哎呦，逃出遭遇啊，害得我干爹居然怀疑到我身上来了。哎呀，就让他怀疑一下又怎么样呢？哼，你还说呢，我干爹不止怀疑我，连王公公他都怀疑了。啊啊，什么知道就好。哎，我干爹还叫我检举王公公的罪证呢。反正呢，不是王公公有问题啊，就是我有问题。如果我没有问题啊，就是王公公有问题。如果王公公没问题啊，就是我有问题。哇，这么复杂。其实啊，一点都不复杂。这魏忠贤他就是要在他们两个中间挑出一个就对了。嗯，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一定别说王公公的，人家的后台老板呢实在太大伟了。舅舅，你完蛋了啊。哎哎，那他的幕后老板到底是谁啊？就是皇后和皇上的弟弟，姓王爷。啊，那我不是死定了吗？哎，老哥。嗯。哎，嘿，王公公，八太师，哎，找我有什么事啊？哎呀，不是我有事，是我舅舅有事。哦，哎呀呀，不是我有事了，是我们两个有事了。我们两个，什么事儿？我干爹啊，怀疑我们两个跟他逃狱的事情有关。嗯，怎么会？哎呀，反正就是有人把你给扯进来就对了。是谁？我实在不方便讲。舅舅，该不会是你干的吧？你怎么会知道的？你啊，会干这种事的一定是很不要脸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啊？王公公，真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我舅舅啊只要被逼急了难免就会当一头告密的猪，反正啊你也不是头一个受害者了。就请您别太介意。对不起啊。不要紧，只要我能够知道了魏公公他们的交易来源，情况就能够把握。你们不用担心，我自有安排。哎，老哥，您的意思是说你不怕呀？正是。哦，哎，可是我干爹要我提供你犯罪的证据，要不然他会对付我的。嗯，我明白。那你愿意提供犯罪的证据让我来检举你？当然不愿意。啊，那我不是完蛋了吗？嗯，那倒也未必。哦，哎，王公公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们两个人都安全过关呢？嗯，等着瞧吧。王公公，有事吗？是，公公，夫人，其实这也是我突如其来的一个灵感。昨儿个八大珠八老弟很热情地来找我，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八老弟他是担心呢，咱们宫里有内奸，他希望早日能够把内奸给抓出来，解决公公的心腹大患。哎，八老弟对公公的这份孝心呢，实在是令人感佩呀。哎呀，不敢不敢。不过这八老弟的问题啊，
倒给我了一个启示。我这么一想啊，倒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呢，很有嫌疑呀。哦，王公公，是谁呢？啊，就是皇后娘娘。八大家当年让我们派去伺候皇后的时候，就背叛我们，投靠皇后。他跟皇后之间的确关系不清。夫人英明，放眼当前宫里所有的人，称得上是有分量而且会同情八大家的，就只有皇后一个人了。魏公公，你确定皇后那儿的密探都跟你确实报告了？夫人，皇后身边的人也自成一个防卫系统，如果他们互相认识的话，那咱们也难查得出来呀。你是说八大家逃狱的事跟整条防卫系统叛变都有可能发生在皇后那儿？是，不过夫人，刚才王公公也说过，这只是你的猜测，并不见得是皇后啊。哎，是是是，提出来是让夫人跟魏公公参考而已。反正只要有疑虑就得迅速处理。夫人说的对，那我马上把派在皇后旁边的人通通把他撤换掉。先撤换掉也好。还有，交代下去，皇后那边一有任何动静务必立刻回报。是。喂，皇帝，你怎么来了？来，坐，坐着说。皇兄，我是听说你最近身体欠安，所以专程来探望你的。啊，我只是得了点风寒，不碍事的。哦，是吗？可是我看你脸色不怎么好。哎。会吗？妮说我看起来很好。哎。哎，你就那么相信客氏的话？皇兄，你知道现在外面流传的一些话说得很难听。哎。人家说什么？人家都说。说你是躺在奶妈怀里的假皇帝，而魏忠贤才是骑在你头上的真皇帝。谁敢说这些话？皇兄，这不是敢说与不敢说的问题啊，而是流传在民间的一则笑话，现在都传到我耳朵里了。你想想看，这笑话传得有多普遍啊。哼，这些多半是那些嫉妒倪妮跟魏忠贤的人生出来的闲话，别理他。可是你现在把朝政放任给魏忠贤处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你今天就是来说魏忠贤的坏话吗？这魏忠贤的事我不是全无提防，不过你也不应该过度排斥他。当年要不是有倪妮跟魏忠贤，我早就被李康妃跟郑贵妃害死了。可是好了，不要再说了。奴才叩见皇上。叩见皇爷。起来吧。谢皇上。王爷，您什么时候到的？奴才有失远迎，上请王爷恕罪。平身。谢王爷。启禀皇上，这游湖的时间到了，奴才特别来恭请皇上一同前往。好。游姐，要不要一起去？不用了。皇上，这王爷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商量？游湖是不是要改期呀？不，他没事，我们走吧。是。奴才告退。行刺魏公公的计划已经定出来了。哇，这么快呀、啊！什么行刺计划？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回事啊？哎，舅舅，我没告诉你啊。我们啊，不，是他们要行刺你干爹。早死哦！王公公，您说你计划吧。魏公公啊，每天下午啊，照例是陪皇上在皇城里散心。最近他安排的都是游太一池。因为是在皇城里呢，所以随从的锦衣卫并不多。再加上太一池畔有个拱桥，容易掩护，所以
王爷的意思呢，是想利用魏公公陪着皇上在游太医池的时候刺杀魏公公。魏公公一死啊，皇上他势必要倚重王爷跟我。两位如果肯帮这个忙，我跟王爷是不会忘了两位的功劳的。我说老哥，您能不能够举出个数据说明一下，哎，我们的功劳到底那个价值是多少？嗯，少说也值个黄金万两吧。啊，那我不是发了吗？哎，不不不不不，是我们发了。没问题，我们去敬了。多谢两位的鼎力相助。八大家，八大哥没有同意，你们怎么可以答应呢？啊，袁姑娘，你爷爷惨死在四周，魏公公可是首谋，难道你就不想报仇了吗？报不报仇是我的事，这个计划势在必行啊。袁姑娘，你要是错失到这个良机，往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说的倒挺完美的，不过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出卖八大家他们呢？哎，这疑心呐，这真是个填不完的无底洞啊。既然袁姑娘要怀疑我，那我也不晓得如何作答。哎，只好让以后的事实来证明一切吧。好，算我一份。啊，不过我要亲手杀了魏忠贤。啊，这我倒是乐于安排。哎呀，这黄金万两本来是两个人分的，现在变三个人分了。嗯，可不是嘛。哎，好好好。哎，既然三位都能够共襄盛举，那我就把一些细节告诉各位。皇上和魏公公在游湖之前呢，通常会先乘轿子绕湖而行，皇上的轿子在前，魏公公的轿子在后，他们在轿里的时候呢看不到外头，这也正好是行刺的好时机呀。巴特使华中生锦衣卫跟在皇上的轿旁，巴老弟则跟在魏公公的轿旁，随从的锦衣卫是我们自己人，队伍走到定点呢，刺客行动的时候，那些锦衣卫会佯装抵抗，实则是放手让刺客诛杀魏公公。起轿。我要换个轿子。我要换个轿子。皇上，您怎么了？听妮妮说，最近有人想要行刺我。要是我每次都坐同一顶轿子，这目标岂不是太明显？我看我还是跟你换个轿子。是。皇上请。把监控好好的保护皇上啊。是。干什么？我来陪你好不好？不要，你好好陪着皇上。可是我很喜欢陪你啊，干爹。哎呀，少啰嗦。起轿。哎呀，皇上完蛋了。Oh, my God.
刺客。皇上不要怕，有大珠在，大珠保护你，皇上不要害怕。行动失败，灭口。是。皇上。哎，皇上，皇上，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只要有我在，皇上一切平安，皇上一切平安。放肆！皇上的手让你随便乱摸的吗？哦。皇上！皇上！皇上！哎，皇上！快，快救皇上啊！救皇上！皇上！快！回头再跟你算账。啊？什么？我？哎，我。我怎么样？这皇上本来就肝火中虚，忌寒呢，再一落水，只怕会更加重他的病情。那你就赶快下药啊！吃了药总会好吧？试试看。这一场行动下来，魏忠贤没事，反倒是皇上有事。王爷，这就是你们做的好计划吗？谁叫他临时换轿子？换了个轿子就应变不过来了。这哪能算是一个周全的计划呢？啊，皇兄，皇兄，皇上，皇上，娘，你是谁啊？皇兄，她是袁小玉啊。袁姑娘。哎，是啊，皇上，还有我，小木匠啊。小木匠。你最近跑到哪去了？我被魏忠贤抓进了诏狱，可是又被王体贤给救出来了。啊、哦？难道魏忠贤真的骗了我？没错，皇兄，你已经被魏忠贤骗得太久了。嗯。那刚才是谁要行刺我？啊？啊？皇兄，皇兄，皇兄，皇上，王体贤，快叫御医来！快快快快！是皇上，刺客到底是谁派的？夫人，这刺客我们已经当场格杀了，根本查不出他的身份来。总该有些线索可以研判吧？姐姐，刺客来自何处，实在难以研判。不过依我看，他们的目标不是皇上，而是魏公公。啊？何以见得？姐姐，刺客行刺的是第二顶轿子，通常这顶轿子坐的是魏公公，而不是皇上，所以他们是冲着公公而来的。刺客难道是皇后那儿派来的？不会吧，夫人。这皇后那边我已经派了一批新人去盯着去了，可是最近他们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马上去通知皇后那儿的人，就说我要听他们的详细报告。是。夫人，我看，您要不要先到皇上那儿去看一看？再等等吧，皇后一接到通知，马上就会去看皇上，我可不想见到那个女人。娘娘，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不晓得方不方便呢？他们是自己人，直说无妨。哎，是哪个自己人呢？是娘娘自己的人吗？是魏忠贤安排的，不过是王公公的人。这样还是有所不便呢。是吗？你们两个先到外头等我。是。走，走啊！
袁姑娘，王公公的人就是自己人，有什么不方便吗？王爷，娘娘，你们不知道，王铁贤为了自保，居然跑到魏忠贤那边去告密，检举娘娘。哦，原来是这件事啊！王铁贤已经告诉我了。啊！哇，好狠哦！他怎么连自己的命也告啊？魏忠贤怀疑到他身上，这是他的权宜之计。这其中的原委，他都已经跟我解释过了。可是他这么做，可能会危及娘娘呢。嗯，我知道。娘娘，请恕我直言。别客气，请说。以前我跟娘娘相处的时候，您对王铁钱我有戒心的，可是现在却联合他来对付魏忠贤，这其中的转变我实在很难理解。王爷，这是不是由你来说比较恰当？嗯，这个王铁钱是只老狐狸，皇后娘娘和我都知道这一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愿意跟他联合。怎么说呢？第一，王铁贤足智多谋，不下于客氏和魏忠贤。在这个非常时期，他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员战将。第二，他有野心有地位，所以才肯冒险跟我们联合。放眼当今朝野，没有人条件比得过的。哇，那到底是他在利用你们，还是你们在利用他？一生追追追，追名追利追梦想，忙忙忙，忙得怕对自己望一望，一人晃晃晃，晃来晃去晃到晃，盼盼盼，盼得情缘却都太荒唐。人说真有时便是假，假作真不算太傻，总是听不到真心话，我无法何不随他。只愿爱人长相随，谁也不曾负谁，不怕风雨多年吹，人间多少是与非。酒中泪，不管人言多可畏，慨然说无悔。只愿爱人长相随，谁也不曾负谁，不怕风雨多年吹，人间多少是与非。